外面都是日式店的。不是嘞，这不是红茶嘞，不是咖啡嘞。那红茶倒出来不是咖啡，还是红茶？剥皮辣椒鸡汤里面的。哎，笋子排骨。现在的后台都比以前华丽了，当年没有那么多外汇的。你看，香茶、这个红茶啦、绿茶、这个咖啡啦。不是嘞，这不是红茶嘞，不是咖啡嘞。那红茶倒出来不是咖啡。哎，还是红茶，奇怪。这是用这个吗？那什么？大概大概。还有辣椒剥皮辣椒鸡汤，你看，这华丽到不行。哎，那是笋子排骨。哎，哎，这个三鲜笋排骨，这个是剥皮辣椒，那这个就是剥皮辣椒。因为要多一点热的，要多一点热的，又有点辣的，就比较取暖，所以我选剥皮辣椒。还是笋子嘞，这个外面不是日炸店的。来了，天天天了，红茶是不是红茶？简单一下。绿茶是不是绿茶 ？Yes。咖啡是不是咖啡？还是跟昨天一样是红茶呢？咖啡。哦，来了。今天有没有剥皮辣椒？请揭晓。有鸡啊，但没有辣椒。这是剥皮辣椒吗？昨天呢，其实也是一场误会了。在我们昨天一面播出来之后，后台已经把它换好了。谢谢帮我们做外汇的所有的伙伴。所以对孩子教育也是一样。一个女儿，你就开始脑补各种的可能嘛。像我现在站在这里，你知道我看到的不是你，我看到的是将来三个女儿要一起抢工作，一起抢停车位，一起抢。哇哦，抢成这是有可能的，你懂吗？对，这是缘分嘛。对对，就是他们三个人小女孩，将来可能会一起在职场上面竞争，当然也可能合作。你不要说抢车位了，抢男友怎么办？就一发现说啊，你妈是小乔，得了，我在2022的预言成真了。你说有没有可能发生？我们走着瞧吧。所以这都是我会很焦虑的，我想的太多。那如果你生一个儿子，是不是好一点？那一样啊，那也是要跟你们抢车位，也是要跟你们抢。没有了，其实不管是男孩女孩，都有要担心的事情。